2024花莲太平洋浪花半程马拉松将在明年的3月开跑，而分别有6公里、12公里以及21公里三组，总共有6500个名额。而从11号的6点起开放报名，而早鸟里寄出了限量2000名泰鲁格马拉松免抽签名额优惠，也期盼邀请跑友来花莲一次满足听浪、观浪以及踏浪三种享受。跑马拉松还可以听浪、观浪和踏浪。跑给太平洋的浪花追的路跑赛事2024太平洋浪花半程马拉松，11日晚间6点开放报名。主办花莲县体育会结合花莲县府，奖牌与云浪泰鲁格马拉松赛事一起结合设计，两面奖牌可拼成花莲山海链拼图，并独家提供完成浪花马报名的早鸟2000位跑者，免抽签就可以直接报名2024泰鲁格峡谷马拉松。太平洋浪花半马报名启动仪式，邀请路跑女神雷爱美担任代言人，透过预录影片邀请大家报名。体育会跟这个喜丁饭店一起来合作，让去年浪花马真的是这个一炮而红，而且让大家都非常的期待。所以哦，请大家告诉大家，好像这个总 total 是6500人哦，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按了一指神功哦来报名。我相信这个运动在花莲，我们都结合了观光。我们把东海岸精华的路线哈，就是还有折返点呢，做一个呈现。那我们这次的组别呢，有6K、12K、21K 哦，每一个组别的折返点呢，都是一个绝美的网红的打卡景点哦。我们除了让他们有快乐的感觉，有快速的赛道哦，那我们很特别的是呢，我们21K 呢是有一个沙滩段，还有1公里的沙滩路段。哦，这个路段呢，我们也特别的去针对跑者呢，说明就是我们的设计的缘由哦，跟我们这里赛事的特色，不管是整个跟浪花结合的踏浪，或者是观浪，或者是听浪，都可以在我们这边呢做到完整的感受。花莲县体育会表示，半马21K 从海洋公园出发，路线包含从颜料渔港下海滩跑一段软绵绵的海滩赛道，是太平洋浪花马的独家特色。补给站也有提供竞速跑者的快速站、悠闲跑者的快乐站，除了运动补给品，也有当地名产等多元选择，提供报名等多项跑者优惠。期盼透过赛事结合观光，邀请跑友收集马拉松奖牌，有耳目一新感受之余，也打响花莲特色马拉松赛事名号。记者蒋邦彦，花莲市报道。